我是6618的 Emily， 我是6618的中本。我们是喜欢手作木桌创作的夫妻，能透过我们的手，让我们可以做出传福音给人的作品。它的底座呢，刻意挑选了一块有裂痕的木材，想要表达那一种支架立于这个艰困之地或荆棘之地。我们的创作其实有的时候在做的时候不是很有信心说这个东西做出来会不会有人买，会不会有人喜欢，但是其实每次我们在做出来的东西，然后到真的实际买到它的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觉得好像这个作品就是为这个人特别做的这种感觉，然后觉得好像神只是透过我的手做出这个作品，但是是希望拿到这个作品的人可以得到神而来的祝福跟力量。